本期院线电影题材多样，大走国际路线，神秘科幻题材湮灭带你踏上死亡之旅，中法联姻合拍情调文艺片，共同领略西藏绝美风光，更有巨石强森硬汉再度来袭，阻止惊天巨变不在话下。话不多说，各位小主奉上前三位。话题榜第三位，狂暴巨兽。巨石强森硬汉出击，苗边动物学家与大猩猩来了一次亲密接触，谁成想本来温顺的灵长类突然变异成为狂暴巨兽，一场惊天浩劫即将来临。一次本不该出错的基因试验改变了银背大猩猩的基因，更可怕的是其他动物也发生了同样的基因异变。为了拯救好友，更为了阻止这场全球性灾变，巨石强森再度硬汉附体，能否阻止这场巨兽之灾，我们拭目以待。话题榜第二位，寻找罗麦。前任系列大获全胜，韩庚再度载誉归来，一次车祸导致一位正值花季的年轻人身亡，也令本来亲密的好友分道扬镳。为了赎罪，更为了寻求心灵的归宿，那位叫罗麦的年轻人远走西藏，谁曾想等待他的是一场不测风云，而好友赵杰也踏入这段象征涅槃与救赎的莲花之旅。寻找罗麦，带你踏上救赎之旅。话题榜第一位，湮灭。一块被闪光笼罩的未知区域，导致无数的勘察队伍有去无回，到底是何神秘力量支配着这片区域？生物学家李娜的丈夫同样在勘察队中，却神奇般的在三年后出现，到底三年之间发生了什么？为了探寻事实真相，李娜再度踏上死亡之旅，这片不断扩大的闪光到底是什么？湮灭，死亡之旅已经启程，你准备好了吗？本期网络大电影脑洞不够，爆笑来凑。刘哥零零抗日，误打误撞成英雄，捉妖大仙点儿被误被认为是杀人狂魔，见证人妖猎的他能否被真爱打动？更有水浒英雄鲁智深，不疯魔不成活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，讲述另类英雄史，说得我心都痒痒，还等什么？随我一起来看看。话题榜第三位，疯魔鲁智深。耳熟能详的水浒英雄鲁智深，不疯魔不成活，看不得官官相护残杀无辜的他竟然深陷魔道，本是英雄好汉，奈何生不逢时，打死了镇关西，逃至五台山文殊院，落发为僧的他怎甘平凡了此一生？路见不平拔刀相助，却屡受清规戒律束缚。然而世道如此，难道让英雄就此沉默？不一样的水浒，不一样的鲁智深，疯魔鲁智深给你好看。话题榜第二位，捉妖大仙。本应是降妖伏魔的验尸器，这次却栽在一个妖怪手里，捉妖不成反被当成杀人狂魔关入柴房，这是什么操作？妖怪赤霞侥幸逃走，春心萌动爱上了热血捕快王美丽，这场本不该开始的爱恋该何去何从？人妖殊途，但架不住真情感天动地，人妖大乱斗能否逆天改命，全看捉妖大仙。话题榜第一位，彪哥闯奉天之做梦没想到，本山班底爆笑来袭，毛龙鸭蛋杨树林，史上最搞笑团队让你笑出鱼尾纹没商量，一心靠养猪挣钱娶媳妇养老娘的梦想，被日寇的飞机将辛辛苦苦养大的几头猪全部炸死，梦想破碎心如死灰，带着表哥黄二踏上无厘头抗日之旅，谁知误打误撞阴差阳错搅得小鬼子不得安宁，最终顺利给义勇军送药成功，如此抗日真是做梦也没想到。彪哥闯奉天之做梦没想到，想笑你就来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热榜内容，更多电影资讯请关注我听电影情报站。